我的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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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能将这些过去？可以啊，拿到货，拿到货就带，拿到货就带。我家里这运输是一大问题。现在不妥协对吗？你也不妥协。我知道。我想要这个礼物。我好好啊，我来看一下。汤刀罐，我黑龙有机的，对啊，我来给大家教咱做应菜，啊，芥菜做啊，啊，搁一个黄耳，啊，搁菜瓜，这叫差不多这几样。咖啡笋嘛，这个，咖啡笋季节较好点。
是不是很对你的胃啊？是第二。我跟你讲吧，讲实话，直接吃这个可能是比较，大家就看看，看不见，我不讲的话。李经理的代办哈，这个梗的部分也是我们一个特色啊。像如果你一插吧，姐姐它是全部的梗下去吃肉，啊叶子是不用，啊这无中了。我们媒体如果这边画面好，跟我去那边，等下市长要去那边割摘下去了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那边有摄影点，看大家要不要先过去，不然等下那个小路危险。我们大家如果画面好了，我们。这比较辛苦了，然后你就到这里，太辛苦等下邀请大家吼，等下麦当当在家。太大了，有没有？自己就一人发一个。有还有，那边还有。好嘞，刚那个陈柱去。哎，是男的来还有？哎，我到家以后了。家也陈柱，但你男的。麻烦，我去宣传了。我觉得中岸子来两个。你们要照相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再去你跟你的妈讲嘛。我找阿斌，还叫阿斌。要不要站这里？来，不要就算了，不要。这边强，拍谁？拍谁？那小明啊，小明打个戏的戏头啊，小明，小明打个戏的戏头。这里是礁溪的蕹菜园，蕹菜就是硬菜，然后我们俗称的空心菜哦。先进去，好，先进去。嗯。哎，谢谢。先给顾好他。这个路有点小，要小心走哦。好了，那聊天了，请进，来来来，让看看，来参观哈。那个前面直播的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前面直播的大哥。那先打到你这边，小路。对呀。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，快点。可能以前在准备啊。往前。Hello。好啦，你看你站个这样是挺好看的哈，就往前。小心走。好，完。
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再所以的早期哈，初期是35天至45天，那即马一大出的时间大概20天至40天，所以呢分批多次采收。主要是你不要跌倒，这里跌倒是没有办法救你，这里是真的死掉，知道吗？这个我够久还是85吗？三个人不争。我还是八十回去嘛。哎呦，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好厉害！没有给他装备。下午嘛，下午还有什么？下午还有拔菜吗？下午要洗葱，他等一下会洗菜，等一下会去洗葱洗葱。拔菜比较有意义。哎，江哥，你们说要给他下去收菜？没有啊，他说没有，他会拿接给他。啊，那个很深呢。体验一下吗？体验一下农民的那个。可是他要穿那个呢，鸟羽鞋。农民应该有装备吧？这是水根的空心菜，茎感觉就是比一般的空心菜很长很多。宜兰真的很漂亮哦，大家可以看到旁边都是山，然后就是农田啊、菜田非常的多。想不想体验看看拔菜？这是相关语。太敏感了。哇！这边，哎，我这边开个洗菜。哎，那边，他让阿伯拿着。这个就不要再做了。这个包装好了。好啦，诶，你署长，你署长，恁提一个翕一张啊合照者。来，饭店上好了。上来几件？后面还有。好了，各位长官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喽。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田下的大哥抬头一下，抬头，对对对，来，快点，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
还有工作去帮忙吃。好，来，我们记者先移动，往前。市长大家在那边洗空心菜，那个屋子那边。这是水根的哦，大家可以看到水应该感觉还蛮深的。三星葱。在这边，对，在门口，对，这里叫做，等一下会去。没有，市长要站哪里？站阿嬷旁边那边。好，那摄影还是要进来。站这边嘛。对，是这边还是那边？要讲清楚。这边好了，这边的，这样比较，这边在那边。拍你拍你好，我等下就拍你了哈。洗的位置这边，那边啊，那个红他坐这边。哦，好。有吗？那个箱子在后面，放的时候，这箱子啊，他放后面，知道吧？哎。老兵，你辛苦了，老兵，哎，辛苦，你嘛在甲恁孙讲我调电视啊，来，市长，你这边坐一下，学着看硬菜怎么问。硬菜，每一支都爱敬，每一支都爱敬，所以很贵多。所以，但是所以，做商品名，或者是要最优质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真侪咱包市的人来，咱感觉做无菜，为什么要竞标？那么咱竞标这个部分，咱叫做做贵，哪个用？但是我们把最好的去市场，把最好的去市场。所以，那请问给你这个建议？你要去看咯，你看，看你心里看。你看无啥会做，你看伊拍这个，伊拍着无。啊，你唔敢嘛吼？你唔敢拍着嘛吼？但是你看伊安尼，伊就拍着啊。所以咱就甲同好的就市场。哦。哇，那你先挂掉啦。袂，你要叫谁啦？你去帮忙。
亲戚。哇，这个老实讲哦，今天农村这个还是很靠味的。等这些爱吃鱼，老弟们，等这些。老弟们，压皮都较济，压底压袂济。是市长，你跟那个马上拿的那个方案在要，现在空气太热，很难涨。空气，非常还没掌握，还没抓到那个。他想要带一个给佩奇师傅。上在家里常吃到空心菜吗？有啦，这还是台湾很常见的。那你爱吃吗？哈哈，我不好吃。那陈怡是常煮这一道吗？是吧？喜欢。你都不挂煮水，他那几个。挂煮水，他会。太想来了，太想来了，我有个小车垫。
空气。起定了，本来就是的，这边起定放在哈，先放不过嘛。哎呀，你们最近不要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不起的，起定当然先放来管。来来来，摇啊摇啊，一只一只来。来来来，阿大哥。阿罗，阿罗，阿罗，富豪就是这个，他不，他不上万的比不赢，但是不，对啊，对啊。起定了，那个我不给啊，你看一中啊，不熟能生巧。我上给我一张执照，好来，来起定了。你们独照。好，来来，班长，自然就这个位置就好了，不好意思哦。好，这个大家就到这个方面来，然后坐一起的。等一下，后面有人，好来看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咱们要请大家来晚上的那种迎收会。方哥，方哥，船浪要拍照，有他们要跟市长拍照。好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在里面照，你给我帽子飞出来。各位哈，我想今仔日咱柯市长非常的有心，把咱地方的产业，咱即马先去来邀请到咱的市长，跟咱大家来讲话，咱另一个掌声来欢迎到咱的市长。多谢各位哦，各位农友哦，阿个咱总干事哦，这阿再来依然哦，拢是阿来交际去跑过卷哦，做头一边哦，来看看这个我们的台湾的农业哦，在依然是怎么运作的哦。其实我们在今天那个农展公司的董事长也有来了，我们在思考说哈，怎么透过这个，因为台北是台湾的这个农产品的消费地了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台湾的农业要升级哦，那。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，当消费的形态改变的时候，生产的方式也会改变。他说：“卖水果哦，那种什么玻璃这样，台湾的农业要升级嘛，哦，多去较高级一点。澳门如果透过品牌的认证等等方式哦，啊，让农民愿意生产哦，比较这个高品质的农产品，那就是为了目标。那关键环节哦，就来看一看大家在。”再怎么运作哦，有时候听听哦，台北市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，或者说我们台北市应该怎么做哪些改变，哪些蛮有。有时候听地方的意见呢，按大家哈，问问要进步会较紧迫，多谢各位。啊，感谢市长今仔特别来给咱关心哈，啊，咱是有人要跟市长来当合作，哎，杨定跟市长来合作一下嘛。我们陈昭班班长这个。啊，陈昭班班长。来，咱退后一合照，好吧？看看看，看点点哈。看看看，看点点哈，来，来，过来一点，来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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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都被你，不要挡到车子。总干事说挑这边比较漂亮。我有残了，我准备了。那个请丢路线好了，那么那就停哈，卖要用的高档那里塞。对的，停。宽，小兄弟们，小朋友先拍，小朋友先拍。小朋友转圈圈。有朋友，我们帮忙吗？帮忙，帮忙。有手机，手机来，我帮你们拍。你们拍一下好不好？从这边拍好。从这边拍好不好？来，动拉动线，拉动线。拍谁？最佳摆队，排队，大家三二一，最佳摆队哦，好，立毅，好，来魏中江，魏江这里哦，就这样，手机，来在旁边哈，哎，那个要拍相机，你看，相机有拍，有，我看到，来，来看这边哦，三，哎，三，阿贝吗？乌吗？三，二，一，好。谢谢好，给八阿姨拍相机，相机，相机了。拿给你，来，来，跨头巾，跨头巾哦，跨头巾。来，哎，先检查开照相模式了没？这样比较快。来，下一位哦，下一位哦。三、二，哎，下一位，下的，那是手机在哪？三、二，等一下，这里啊，让我帮我做出快照。哦，这个相机呢？来这边哦，三相机，相机，二一，好，你们好，好，谢谢，大哥江，下一位，来，对哦，排队，这不是，哎，那你的手机他们拿，他们自己拍，看这里，好，来，这个吧，谢谢，这个吧，他姓台的，他这个是他的，好，下一位哦。我用相机，你用这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车子哦，小心哦。下一位还有吗？韩五宝，没有了。有相机吗？有啊，有啊。我丘迪亚。来，把丘迪亚，大家。大家。那成都一直很好。孙要跟你翕啦，孙昨暗时你抱伊啦，你也抱到啦。好咧。快点啦，过来快点。没有。等一下，只能往外。要不要拍吗？没，给他进哦，进，一头进。好，来，小朋友。画家，一二三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。你好，你长期的价格竟然
进到台北拍卖场，拍卖场还要更低。他一个法官是一路进展，因为南道林大伯，拍卖场也是。哪个馆？你跟他打个共益。这一馆，这一块，这一馆，这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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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参访雍菜园、应菜园的那个行程就到这边直播结束，等一下到下个点我们再继续直播咯，好，拜拜。